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玩的这个游戏叫《Sunblaze》，是一个动作平台的冒险游戏吧。那么就一起看一看，感觉这个画风还是不错的啊。那么开始，还有这么几个模式，它设定里有那个什么设定吗？有没有中文啊？没有，那么就直接开始吧。这什么情况？可以下去吗？在这儿？跳不下去啊！啊，可以下去了。他爸睡着了。直接把他家变成迷宫了吗？这是。这感觉像是一个 double jump。这是他父亲把他女儿传送到了这个什么世界里，就是肯定不能踩这个啊！这太狠了，直接就爆炸了。这里 double jump，搞定。哎，这个怎么过去？special move，哦，还有这功能。怎么回事？哎，哇，这个难度比较大哎。哎，怎么跳不上去了？这是各种死法啊。啊，只要跳一遍就行，不用跳到对面去。哦，这不好搞啊！哎，不能这样！哦，看来这个地方得快点过。这都可以有，快跑！哎，下面这个怎么吃？这个地方吃呢？没吃成功。哎，没有到那边，再试一试。我猜的是他应该能卡到那边那个位置。
碰不着那边的墙，这个怎么碰呢？我和这个有关系。哦，又摔死了。这样推也推不过去。这个怎么吃呢？过。不行，我就不吃了吧。这个没想到怎么吃。啊，出现敌人。哦，这个也不能碰。能消灭了才可以吧。摔死了。这怎么走这关？对，先去把那个东西拽下来，我觉得。然后这样爬上来，哎呀，先把这个拽下来，然后再过来，然后再上来，反方向。嗯，这一下就没了，就只给一次机会。哎呀，你跳上去。然后这样再跳两下上去。啊，这个难，这个游戏难度真的后面越来越难。这个怎么过呀？我这踩一下就掉了呀，是不是？这有什么办法呢？崩溃者。这个。他老爸设计的关卡确实难呀，下面这个地方我们怎么过去？不能先踩这边啊，这样。哇，这个怎么过去？嗯，也是只给一次机会。这连着两次的加速。哎呀，差一点儿。快闭了。这个游戏真的是也很折磨人。嗯，忘了加速按键了。哇，我恨这个游戏。哦，都完了，没踩着。哎，竟然没死，怎么可能呢？还没坚持住。顺序反了，过不去了。竟然让我给过去了，太不容易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那不是这么走吗？搞定。不行，这个不能这么走，先得过去拉那个东西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样。
嗯，好了，这个游戏就玩到这儿吧。有喜欢这种挑战风格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啊，这个游戏越往后是越难，每步都得算好。那记得一键三连加关注，不定期分享一起比较好玩的游戏。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